how this project X started? 哎，我刚刚在几年前吧，在一个饭局，我忽然间听见一个企业家在中东发生的一些事情，真是，我说哎，这个故事很好哎，那当然不能全拍了，我得把他一些真实的故事拿过来，我再叫我的团队去改编那个故事。完了之后，我就跟唐德他们讲啊，我们自己要来那边，他说这个可以发展下去。好了，我们就一直，他说四年前的事情，好像我多少年前跟保利的人吃一个饭局就讲十二生肖，哎呀，我们的投资总该买，大哥你应该想个故事，我就想出个十二生肖。我通常我的很多故事都是用一些真实的去改编，完了之后成型了，我也通过了，找了导演了，导演在介绍专心的，当然有几个人选，我说他现在是在合理活就是最热的，而且形象跟我两个很不同，那就会变成很好玩，那就是这么形成的。我同意，很好故事，故事很好，my struggle a little bit easier. I read the story and loved the story.And asked to be a part of it, and it just so happened that timing was perfect, and maybe Jackie Chan could use someone like me, and I had the opportunity, so I'm very, very grateful to be a part of it.